迄毋是啦，迄是天地岩。啊，来到即、這个，来到即个岔路遮吼，哇，真水，伊种才顶到有够水，顶到有够漂亮。嘿，啊袂啦，你看，哎呦，你看迄只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去松龙岩遐。对对对，这里就要去松龙岩那里吗？从哪里下去？哦，遐只好哈，啊，你这条要去松龙岩的哈，这条要去松龙岩，所以行唔到，未使行唔到，行只记得爱行右手边去哈，系行右手边家去哈。松龙岩遐去的时阵，就是爱入去遐松龙岩遐内底，那个真的哈比较远哈。如果一个人的话，也天地岩，天地岩哈，啊，天地岩不是松龙岩后边吗？对吧哈？啊，这个口大，你看哇。这个地方哇，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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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，遮就使，遮嘿，来遮安尼就使，遮就约得着，遮。你是叫伊这，但是你爱家叫落去，遮颠倒，遮着颠倒，伊这是头前，毋是。啊，毋过无咧，你头前卖出来啦。我这是头前诶。我知你头前也卖出来咧。咱电话那去食饭，你还介有无？嘿。你介嘛是头前诶。啊，头前安尼，你可能诶，都爱安尼看。啊，你安尼，你安尼有无？安尼都，就这里啊。你敢钓？安尼安尼咧。嘿。安尼。嘿啦，哎，春节叫较紧啦，嘿，安尼啦。因为咱这头，咱这是头前这肌肉。安尼，甲旧的同款意思啊，对，我讲旧的就是甲这旧的同款。因为肌肉就是肉肉来，对啦。嘿，就爱像我倒头病安尼啦，吼。嘿啦。啊，行行行，爱倒头病安尼啦。啊，拄仔来敢是无安怎无？今麦搞完了，今麦完了，还好。还好，还好，呵呵呵，还好。呵呵，春节好。我这老毛病就是哦，头前迄拢位头前，我唔是后壁一群路咧救群的，嘿，我是肌肉，嘿，迄块肉遐，啊，就肌肉啊，头前这边在救救的啊，嘿，迄肌肉，甲迄落咱甲咱救群无共。对，不是啦，就是大腿内侧咧揪筋啦，你安是大腿内侧咧揪筋啦，不是大腿内侧，伊是大腿内侧，嘿，因为大腿迄个是迄个四头肌，伊嘿右手边，就是迄个大腿迄个内侧去打遐啦，我拄看伊咧喷是喷遐，嘿，不是啦，大腿啊，大腿迄脚头乌头顶，脚头乌头顶迄内侧啦，嘿啦，嘿啦。无外侧，内侧啦，内侧跟上侧上面的，不是外侧，它不是外侧，是内侧。内侧，哈，有伫遮我来报啦，遮你徛我来报，即块啦，嘿啊，迄块，啊，搁伫咧内底嘛有啦，烧了内底啦。迄块正久啦，迄块就是。嘿啊。就是敢若像讲吼拉伤安尼啦。嘿啦，就敢若揪筋安尼就对啦。局部痉挛，局部抽筋啦。你看伊遮较悬吼，你看伊遮较悬了无？它这个高度比较高，你看，伊遮跌到无？嘿，你看伊遮跌到无？这里的跌到的时候，伊就是属于它迄个建筑林啊，就是遮较悬，较悬的时候吼，它就已经变成那个建筑林了。你看哈，这个你看。就变建筑林哈，这个一般超过三千，超过两千了哈，两千公尺以上的话，建筑就会渐渐的变成针叶林哈，不是阔叶林哈。啊，你若搁爬起哩，咱若爬起咧悬山啦，三千几个去爬悬山，迄个几乎拢是伫咧建筑林头顶哈，那普通拢伫咧建筑林头顶，哎，对，好 ，OK， 很漂亮的竹林哈。啊，较早阮入去就是要按药草林那边入去，啊无，今仔要行迄、那个。然后遐牛亭那边遐，好，第一次走牛亭，我也没有走过牛亭，走走看。我们等一下是2:40，要在里面收车哈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耽搁太久哈，也不能耽搁太久。只是说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山友啊，把那个地方都休息的地方都弄得非常的漂亮哈，非常的舒适，真的是这些山友实在是哎。是讲因常常咧来啊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嘛是甲创安尼做舒适，互人大家有一个休息的空间，这样也很好了哈。你看这里都是建筑，矮的建筑了哈，高的矮的都有了，有个下切，你看。
OK。好。来。来。来。所以这个肌肉哈，真的有训练的话哈，它才会记住，记住你当时的强度是怎样。啊，你如果你今天走的强度，哦，已经比你以前的强度都强了，他在身上的话，他就会把你这个强度记住，好，最起码你下次跟的时候有办法跟到这个强度，好啊。如果说你永远都比这个强度低，比这个强度低的话，他永远身上他就会忘记，忘记你之前所承受的那个强度，所以你过去了时，你得比你顶个训练的强度更加强为者，你回去就会退退肌肉时，就是有，就是真正会拉伤啊的肌肉时，就是真正就是铁腿，好不？哎，啊，如果你讲。这届选的强度，每礼拜拢来。这届强度，对吧？大概强度拢差不多安尼，差不多安尼。说真的，再来就不铁腿了哈。那如果说你三不五时再来一次，据说啦，在家里的话，每天退步都会退步一趴。那你想想看，退步一趴，一个礼拜，你如果星期天来，星期一来，一个礼拜休息六天都不动，那你就退步六趴啊。啊，退步六趴，你看，你本来有100%好，不要播100%好了，本来说95%好了，退步六趴就变成89%呢。89%，你如果今天来选走95%的话，你看。对吧？是不是？你得个进步6%，6%佫等于佫一天佫退步一天，佫退6天，又佫剩89%。所以我讲，这没有动的话，哈，真的对自己的身体是一大的哇，一大的人家讲一大的退步了，真的是自己给它退化掉。所以朋友们，还是三不五时的话，适时的把自己哇坚一下，坚一下哈，自己的身体他会记住你的能耐，把它坚一下，坚一下。不要让他永远都是哇，底下拢是底下80%、80%、80%、30%、50%、60%、70%，永远有点时间坚持85%，等下听听，过来时，他下个礼拜他就会记住，上个起码六号都让他做个85%。好，啊，你85%，迄届哪个进3%变88%，你上起码等下时你退6%，你嘛够八十二%。好，所以就这样子，每天给他保持着，保持着的话，他就会哇，最起码，哎呀，身体的话，上个起码够哇，靠我的糖啊，承受一点重力，哈，承受一点重力。你看这个地方，超好的路，好好走。这地上的雪，今天过，刚才终于碰成了哈，这种碰成了。他写个307，可能叫307高地吧，还是哪个地方叫307哈？我坐在最后面的，好，等一下。来给他们追一下，给他们追一下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，好凉，好舒服哦。OK， 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，晚一点再说哈，拜拜。